乡亲时代吼，各位李长辈啊、李长妈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实在第一个吼，今仔日我们乡亲啊，咱的李长官这么多大来莅临，咱的这个凯旋之路自行车道桥的通车典礼奖品，代表公务局感谢各位吼，啊，一方面啊，我那跟各位补欠啦吼，就是讲咱这座桥梁从一百年的十月挡工啊，到现在才完工通车，啊，造成咱的乡亲时代大家拢足无方便的，哦啊，我非常感谢大家谅解，啊，一方面我那不甲市长讲补欠，因为市长也经过吼，啊，都拢问我讲，啊是当时才要通车啦，哦，这。
吹得很急。那直接来加布卡各位同志报告了哈。我们这座桥梁在我们的前公务局长我现任的秘书长的督导协助之下，他今天能够顺利的完工。当然爱感谢足侪人咧。那除了讲桥梁本身啦吼，桥梁本身实际上有它的难度。咱各位在咱家看会到吼，我们这座桥梁，大概伫中央主塔吼，咱伫中央主塔，伊的宽度大概是15.7公尺，伊拢总有三站，第一站就是咱的边缘，就是咱的公园绿地，第二站就是咱的自行车道的专用道，伊的高度大概是伫个6.1公尺。为什么要做到这么高呢？因为咱对咱这家咱所看的吼，足侪拖车、拖班车，而且还要预留鳌拜轻轨捷运的建高，所以它要到6.1公尺。那第三站，咱再过做三站，第三站是咱的空中花园，咱等一下建造时阵会使爬起来看卖。第三站是咱的市民会使爬去的，脚踏车是我个人去，是空中花园。那么第三层的高度是10公尺。那整个长度是360公尺，宽度是5公尺。那么我们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平滑的一个曲线，就是说一些用曲线来给它表现出来它的结构的一个轻量和结构的美，所以很少有一个地方是平面的。那么安尼来讲，伫工厂伫咧裁切、伫咧切割，还是讲到现场来组装。难度拢足高呢，而且我们这个是，整个都是用钢构都是用钢构。那么伫咧钢构也焊接，连拢爱做100%要做满焊的吼。那么在焊接的时候，当时啊，流啊，刷刷刷火，伊都我都来焊接，所以会受到天候的影响非常大。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厂商了吼。比较感大家透露一个，比如说那里亲兄阿文啊，难度支持的。伊下包厢刚过厂商做好了才倒的吼，所以也没有受影响。但是阮呢，其实就是讲，大概是靠我们家做倒的吼。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幸运的吼，能够在很顺利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座刚过桥。那在去年的6月，局部来视察工地的，那么咱的乡亲都讲，一定欢迎讲。经过咱这个凯旋的新旧凯旋试用哦，从我们的咱的前镇的社区不行来到家那有些我们的长辈咱的乡亲许多那行动较无方便的，大家被这个坡道啦，这坡度虽然是符合咱的自行车的设计规范但是我那较无方便。那么市长听到了，当然就支持讲，一定要增设电梯啦。我是去甲市长分析讲哦，叫做室外增设电梯，维护也无方便，无人坐吼，惊好危险。但是市长讲友善，听受咱的乡亲上重要，不管咱哪都爱克服。所以这家家吼，咱真正爱甲咱的市长拍只抱抱就好哦。那市长安尼决定了了后，我们都增加了300多万啦吼，两部电梯。那两部电梯不甲乡亲许多克服，就是讲大家会使放心的啦吼。咱的电梯吼，内底有四个迄个求救的，如果咱老管理伫内底发生有代志，会使求救。有四个管道，为会使直达咱的养工处24小时的服务的24小时服务的地方。第二个会使直接通达到电梯公司。第三个通达到我们的派出所。那第四个非常感谢咱的新邦里里办公处咱的里长。因为那回来现在的求救的一个通路所以四个通路都可以我独家都有测试过都非常的正常所以我们的乡亲许多拢会使放心来使用。那伫其他地方更加乡亲许多报告但这一座自行车道桥是继咱翠华路第一座自行车道桥以后的第二座自行车的专用桥我们的第三座自行车专用桥。在现在已经进入细部设计，6月可以发包，6月可以发包。那今天在咱的卫武营，就是讲对咱的中正纪念馆，跨越咱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跨越咱的中正路到我们的中正公园。明年大概8月到9月也可以完工。这个时间甲市长布局出来，我们就一定要全力要把它达成。
那我们今天那完成看这个凯旋思路的自行车道桥，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说它这个自行车道桥是在串联咱迎宾大道，咱中山思路位火车站哦，骑脚踏车会使一直骑来到家，然后经过咱的这个咱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接到咱的前政和的自行车专用道。另外一项呢，可以接到我们的西林港线自行车道，但西林港线自行车道也已经把它再扩大到咱的中岛，咱的中岛工业区扩建路马路已经都可以骑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自行车道这个是一个枢纽这个是一个枢纽。那么我们在今年的自行车道已经达到555公里。那因为我们除了建制咱的自行车道硬体以外，我们还包括咱环保局的这一个自行车的租人系统那甲地来救啊，可以在乙地还，那么前一小时可以免费。所以咱CNN 就是转线改上大，这些媒体给咱评鉴，高雄区是咱亚洲前五大上适合咱来骑脚踏车的所在这个是我们启明的一个荣耀了那我们在去年去年公务局也完成了。我们在修港就是咱隔壁修港沿海路的绿荫自行车道，可以通达到位沿海，从我们的高雄公园，也再骑到狮子公园，再骑到我们的红毛港文化园区。那我们也完成了瓦寮水郡自行车道，也完成了茄店我们的渔村风情自行车道，另外爱河水脉自行车道马上给它串联起来。那因为市长给咱提示讲，今年一定要达到600。那所以我们今年也规划了我们在小港的翠亨南路，在衔接到我们的东雅路的自行车道。那另外呢，在前面的二人溪的自行车道，还有我们紫关的瓦寮渔港的周遭的自行车道串联到咱的园中港湿地那么我们今年可以达到600公里。那市长另外要求明年底一定要达到700公里。那这个我们都会全力来做一个冲刺的替大家真正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咱的许多今天能够拨空来参加咱的凯旋思路自行车道的通车典礼最后祝我们各位大家都身体健康家里都平安，谢谢。谢谢局长。我们高雄市呢是国际知名的自行车的友善城市所以很多人呢来到高雄知道说哇，在高雄拥有非常好的自行车的这个骑乘的环境。那么刚刚在致辞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议员吴益正议员也到达会场，我们掌声欢迎吴议员，谢谢。还有我们林国正立委的服务团队，欢迎，谢谢。以及呢我们林代化立委的服务团队，谢谢。那么紧接着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市长上台，我们致辞，欢迎市长。多谢。我们咱前进地区所有咱这时代乡亲咱所有基层的里长今仔日拢总到，甲大家讲足努力。足多谢！我想今仔日咱会使讲中山四路甲凯旋四路，咱的前镇之星，今仔日自行车桥会当通车的工程正式，今仔日要通车典礼首先爱感谢咱议会大力的支持。咱感谢吴益正议员、何正议员、林婉容议员、郑光峰议员、张峰腾议员、曾丽燕议员、张汉忠议员感谢议会对阮的支持。议会也无支持，市长搁较济的市政建设就足歹推动。所以今日咱遮个议会，咱前置小港地区。咱包括今仔日别个选区整体的议会对咱的支持，咱是不是咱的议员站起来？咱这时代乡亲先用掌声感恩感谢，足感谢感谢感谢咱今仔日嘛足感谢，那李
林国正立委的助理，啊，林黛华立委的助理，包括我们许志杰立委的办公室等等，啊，感谢咱的立委对咱的关心，啊，今仔日市府团队，咱副市长，啊，彭某秘书长，啊，包括咱的民政局曾局长，啊，咱的赵局长并一起，啊，大家拢非常欢喜，讲今仔日前镇之星会当通车，但是前镇之星会当通车，我伫遮要请咱所有时代乡亲，对杨明洲杨局长所领导的公务团队、所属处长等等，这个过程吼压力足大，这个工程、这个工程是一个足艰难的工程。啊！伫这个过程，啊，搁爱如期如职，吼，啊，搁爱做好，品质搁好，啊，时间爱搁紧。啊！伫这个过程，因先受到足大个压力，但是今仔日因对咱前镇小港地区，对咱高雄市足有交代，啊，甲咱的前镇之星，这个自行车道，啊，会使讲做到一个有够水。咱甲咱杨明洲杨局长、苏处长，甲咱的公务团队，咱来给鼓乐，还用掌声给感谢。哦，太辛苦了。哦，做个哀哀叫吼，实在足歹势啦。然后杨局长跟苏处长啊，做个足辛苦。哦，咱感谢大家人用掌声安尼给讲足辛苦。啊，咱嘛足感谢今仔日咱前镇区的区长，啊，甲咱所有基层的里长，大家拢真到位，大家拢用足期待的心，讲今仔日这条前镇之星，咱全高雄会使讲上水的空中廊道，听讲暗时比日时搁较水，哦，晚上啊足侪人来遮，所以啊，咱前镇地区。安尼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啊，咱的市民朋友骑脚踏车散步景点，啊，拢足舒适，啊，实在是足感谢。我想拄只咱的杨明洲杨局长嘛，甲大家讲，讲咱高雄即摆自行车道是555公里，啊，咱希望到年底会当达到600公里，啊，到明年年底。啊！我要求咱的公务团队要做到700公里，就讲咱今日高雄这个所在，是对所有脚踏车、骑脚踏车行路的人，啊，是一个最友善的城市，哦，最友善的城市。所以 CNN 啊，伊偏见讲咱高雄市、甲亚洲地区，包括京都等等。哦，是全亚洲地区上适合大家人骑脚踏车，从这点，啊咧，咱会当看出咱市府团队大家人的用心，啊，足感谢大家支持。我想这条是咱高雄第二条的空中廊道，啊，咱的所有的基层的里长，啊，咱的市大。大家拢讲这条到底要号做什么名？到底是凯旋路、凯旋之星，还是讲咱坚定前镇之星？啊，不过咱市政府安尼大家问下，大家拢讲要号做前镇之星啦。讲这个所在哦，有够好。啊，我甲大家讲，哦，这条咱的空中廊道前镇之星。吼，会使讲吼，带予咱坚定地区，啊，未来绝对是搁较进步。哦，啊，我逐个甲逐个报告，这条路超过阮市政府的预算。哦，我本来这个预算，哦，差不多安尼1亿5000万，我就足艰苦啊。啊，即摆做甲结束，伫这个中间，我捌甲咱的副长、基层的里长，啊，逐个人来请。看这条空中的廊道，啊，规个迄款的还袂做好，啊，大家来巡视工地，啊，伫这个过程，啊，咱的里长一直讲话，叫这有一个
缺点，这个缺点就是无电梯。我讲啊，这个人道就是要让大家骑脚踏车，啊，要让大家人行路，啊，哪会要搁用电梯？伊讲啊，无电梯，啊，年纪较大的长辈，啊，是有个人坐轮椅的人，安尼根本就爬袂起来。啊，我想我转去，啊，甲咱的干部团队。杨明洲、杨局长、苏处长，大家伫遐参详。话讲第一个，啊，如果加装电梯，伊这个规个咱员工的一期会阁拖刷。啊，第二，电梯我问讲偌济钱，拢上少300万。啊，市长差一点啊，笑袂出来。哇，伊阁加300万。哦，啊，你要做，啊，无装也袂使，要装嘛艰苦。啊，到尾啊，我定来伫想，讲如果咱高雄市所有的建设是爱为过未来50栋、100栋所有的建设，拢是久久长长。啊，是安尼，咱若予年纪较大的前辈，啊，坐轮椅无方便的人，啊，无法度爬起咱的前镇之星，看袂到咱规个高雄足水的夜景。安尼，这嘛是。安尼对因来讲也是足可惜、足吃亏，所以市政府百毒万难，也会使讲遮搁加电梯，哦，搁今仔日电梯也完成，算七点。啊，我先足感谢我们的公务团队，那我们一直市长听到咱基层大家讲爱电梯，啊，我就要求咱公务团队啊，是七点应该爱来。完成啊！伫这个过程，因嘛遭遇着足济足济困难，啊，感谢因百毒万难，啊，好今仔日咱前镇之星，啊，有足顺势，啊，咱的电梯，啊，好咱的乡亲时代年纪较大的前辈，后摆伫咱的凯旋路中央绿带，啊，会当看到足水的空中花园。啊，这点甲大家人讲足多声。啊，我感觉咱拄只，咱的高雄市自行车的方便，啊，我咱的阳明洲阳机场拢有甲大家做足济足济的报告。啊，我相信任何游客、任何人来到咱高雄，感觉高雄这个所在，骑脚踏车安全舒适方便，哦，大家拢感觉高雄这个所在。啊，对骑脚踏车的人上优先，啊，咱这点甲大家讲足感谢。啊，咱前进地区哦，嘛是市政府，咱的会使讲建设投入进去足济所在。咱前进地区，咱的亚洲之星哦，这个有到两个上重要，咱的亚洲湾区内底哦，咱的规个国际会展中心。这个会展中心就在咱前镇区，啊，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啊是差不多9月10日就会当完工。啊，明年咱的游艇展、国际扩建展，全部拢会伫会展中心遐来举办。从迄个所在，未来城都是咱高雄足要紧，哦，啊，足闹热。足国际化的所在，哦，啊！伫遮先甲咱的时代向前报告，啊，过来伫85大楼的对面，啊，咱市政府伫遐有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啊，这个部分嘛是市政府足大的投资，我想对咱前镇地区咱的时代乡亲实在有交代，对啊，唔对？哦，足感谢。咱投入伫咱前镇地区，感谢大家对阮的疼惜，对市政府的支持。咱伫遮，即最近投入的经费超过66亿以上。哦，我相信咱前镇地区未来一定搁较无共款。啊，今仔日咱嘛看到，咱的市政府消防局的大楼，包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南部备援中心也是在我们前镇这个地方，所以前镇地区我们未来大家都看好我们这个地方，相信我们这个地方
未来会愈来愈足济足好的发展。啊，所以讲我今仔日伫遮，啊，甲咱所有前阵的妇孺时代，甲大家讲感谢，啊嘛感谢咱所有基层的里长，大家人对所有市政府重大的工程拢足关心，包括咱的国际会展中心，我每一遍去巡视，啊，咱的里长，大家嘛是拢共同伫遐，安尼甲市政府赞声，甲市政府支持。实在足感谢，啊嘛感谢咱的林区长，啊区长伫咱的前阵之心，伫要还袂完工之前，因之前因就先安尼四千几台脚踏车，啊咱的里长，逐个人拢安尼足支持，啊就来试这条路，试看，哦大家试了感觉足好，所以讲后边咱的自行车要超过五千台以上，安尼过来骑一遍。哦，啊，所以讲伫遮，甲大家讲，足多谢，足多难，啊嘛感谢今日咱这乡亲时代，要祝咱的乡亲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成功，满地春风。多谢大家，多谢，多谢，多谢，那多谢是对咱真挚的疼爱哈。好的，我们请我们的李丽胜递上手套，还有金姐。